湾出现了蔡英文口中所讲的天然独这个世代，它到底是不是真的天然？其实现在破题就得要说清楚，它是人造的，它不是天然的毒，它是人造毒，它是人工毒，它根本就是经过教育上的洗脑灌输而产生的一个世代。有一个研究显示，我跟各位讲，我自己看这个统计数字，我真是惊心动魄。有一本历史课本，它用六个章节来说明商周到晚清一共3600年的历史，这每一个章节只有1500个字。你想想看，1500个字要讲600年的历史，这是不可思议的，太可怕了。蔡英文在操弄的东西，他其实把枝繁叶茂的中华文化在台湾彻底的摧毁掉了。